具俊晔和大 S 最浪漫的爱情故事最近在刘在熙的节目上首次公开，除了这20年来的点滴一次说清楚，姐夫甚至还透露自己身上刺有台湾的经纬度，喊话老婆所在的位置就是他的安身之处，让网友看了超级感动。而姐夫除了在爱情上面很得意，他的事业也是更加顺利。27日，具俊晔在 IG 上开心宣布说，因为大家的厚爱，自己的 NFT 作品已经完售，真心感谢大家。不止如此，世界 DJ 音乐节今天也宣布，具俊晔将参与八月在首尔登场的演出，并与国际大咖同台。他们更大赞具俊晔是把 club 文化引进城市电子音乐不毛之地韩国的开拓者。除了是姐夫有实力，大家也狂赞大 S 的帮夫运真的有够强。而最近大 S 自己也传出即将复工，他的经纪人证实他最近确实有工作正在进行，但碍于保密协议先不公布，公司也会尽量让大 S 兼具工作跟生活。消息一出，让粉丝是又嗨又期待，直呼这简直就是重生啊，真的太想看到女神重回荧光幕前了。